发现你的诡计，请洪院长查出我中毒的反应，恐怕现在我真的已经中风了，不许动！原来这一切都是你装出来的。我若没有装病，将计就计，要我怎么能够相信？ 让我一手栽培抚养长大的你，竟然就是害死巧叔的凶手，心肠如此狠毒的内贼！你这只老狐狸，竟然能忍这么久！我忍，是因为我要让你，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我一边装病，一边暗中写信让人送去县城，请人办案，收集你的罪证。 这不可能是你装出来的，不可能是装的。那么多的屈辱，你不可能会忍下来的。我为什么能强忍下来？是因为我一直在等你回头，我要给你一个机会。想不到，你竟如此执迷不悟，竟然赶尽杀绝！是你先对我们詹家赶尽杀绝的。 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说的呢？啊！你们家的那场大火，那是……我不想听，我不想再听你的谎言。爸，如意，如意，如意，长生哥，我们来救你们，把他们通通抓起来。爸，如意，爸，如意，如意，不要过来，再过来，一枪打死他。戴胜龙，放下你的武器。 有什么话，到法院再说。你把枪给我放下，要不然我马上打死他。把枪都放下，快把枪放下！把枪收起来。圣龙，你把枪放下，你不能一错再错呀！住口！我没有错，我们詹家的血海深仇，我一定要报。你错了，你错了，少爷，你实在是大错特错了呀！ 丁总管是你，少爷，你这个没良心的孩子，你完全误会刘老爷了。
刘老爷对你恩重如山，你怎么能恩将仇报呢？丁总管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你啊？当年我爸妈是怎样被他害死烧死，难道你全都忘记了吗？我当然没有忘，而且还记得清清楚楚。那你就应该记得，当初我爸临终的时候，他对我说的那些话。他叫我去找刘秉贤，找他报仇。错了错了，你爸爸是让你去找刘秉贤，找刘老爷，那是要你去投靠他，怎么是报仇呢？胡说，我爸我妈是怎样被他害死的，你怎么一直帮着仇人说谎啊？我说的是实话呀，是真的呀。你爸爸和刘老爷在商场上往来时，早就彼此约定过，万一将来发生什么意外变故，就要互相照顾对方的家庭和遗孤。嗯，这是他和你爸爸的一份交情啊。如果他们真的有这份交情，那刘秉贤就更加罪无可赦。他践踏了我爸爸对他推心置腹的信任，还狠心对我家谋财害命。你要我怎么说呢，少爷呀、啊？你为什么这么冥顽固执呢？好，詹家的大火，是你爸爸生意上的一位仇人，叫肖文雄的干的。想当年，你爸爸在生意场上做得太绝，不肯给对手留条活路，终于把人给逼急了，才对我们詹家做出这种玉石俱焚的惨事呀。你爸妈遇害后，刘老爷是出手帮助我们詹家最多的恩人呢，咱们应该知恩图报啊，你怎么反而，哎呀，你糊涂啊，咱们怎么能对得起人家呀？我不相信你胡说，你胡说。少爷，我是詹家的老管家，我所知道的事情还能有假吗？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这一切都不是真的，都不是真的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盛龙，你赶快把枪放下，你现在还有机会回头。你住口！林如意，我绝不会放开他，我绝不会向你们低头的。我没有错，我没有错。你还说你没有错？你害死了我妹妹，还想要杀我？你还说你没有错？住嘴！再说我就全都把你们给杀了。等一下，你要杀人先杀我吧，你不要伤害如意，你先放开如意。你千万不能再杀人了，你快点回头，回头啊！放下你的武器，法网恢恢，你今天是绝对逃不掉的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来试试。不能啊！盛龙，出去，全都给我出去！出去！盛龙，全都出去！盛龙，先把如意放开！出去，放开如意！长生哥，你快出去，你不要冒这个险，快出去！可是你，长生哥，我没事的，你现在先听他的，你先出去再说吧，快出去，出去！如意，出去！好好好，你别开枪，我们出去，快！大家都出去，出去，快点，快点，你们先出去，都出去，少爷，都出去，不要啊，快点，把门关上，关上！有没有香烟呢？没有，抽什么香烟啊？哦，对不起。再动我就毙了你，我就毙了你，我就毙了你！
詹总管，既然真相已经大白，你现在回头吧，也许一切都还来得及。你再啰嗦，我就杀了你！我就杀了你！你不要紧张，现在没有别人，你威胁我也没有用，我并不怕死。可是你到现在还是知错不改。你是我爱的王子，原本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天大的错？有什么天大的错？你不能回头呢？回头？回头？大小姐，我回头你能原谅我吗？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原谅你的。不，大小姐，我把你们刘家害成这样，你不该对我这么好，你不该对我这么好，不该对我这么好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从小失去父母的伤痛，才会造成像今天这样不可收拾的局面。其实，詹总管，其实你的心地是善良的，你是善良的。我的心地是善良的。啊！我的心地是善良的。是，是。我的心地是善良的。你是的。我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，我真的不能原谅自己，我真的不能原谅我自己，我不能原谅我自己。坐下！你别动！不，你千万不要这样，詹总管，你不要这样。不，大小姐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们刘家所有的人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对不起你们。我对不起你们。不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我对不起你们。不要。我对不起你们。不要这样。啊，詹总管。如意。詹总管。如意。长生哥。如意。詹总管他。詹总管他。盛龙。盛龙，盛龙，你没事了。都别动，都别动！妈的，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！把枪放下，你们全都得死！好，你们敢杀我老大，我今天要你们的命！把枪放下。好，我放下，我放下。去死吧你！如意，小心！家东，家东，追！家东，家东，韩少爷，家东，家东，家东，你不能死啊！你不能死啊！韩少爷，家东，我这条命。是长生给的，我现在我还给你们。胡说，
我这条命在我落水的时候，你早就已经出手救过我一次了，不是吗？我知道，就是你把我救起来的，是不是？是啊，那次是我救的你。韩少爷，你为什么这么傻？为什么替我们挡这颗子弹？你这么做，叫我们怎么还你呀？我欠你们的太多了。我现在要都说出来。你家豆腐被下毒的事，就是我听信了战胜罗的唆使而动的手脚。小童，这一天都过去了，这一天都过去了。不，不，我要说，我现在一定要说。为了如意，我一直想除掉你。我当时一直觉得我自己比你出色，比你聪明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知道我被战胜龙给利用，间接地害死了我妹妹，我才知道。丫头，我才知道自己有多愚蠢，有多笨，我什么都比不上你。韩少爷，你别再这么说，你别再这么说了，行吗？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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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如意。长生是这世上最好的男人，他是值得你托付的男人，只有他配得上你，你们才是真正的一对儿。你们一定要在一起，一定要在一起。韩少爷，家栋，韩少爷，家栋，韩少爷，家栋，家栋，家栋，韩少爷，家栋，哎呀，你说这如意这个丫头，她到底有没有本事把长生给救出来呀？你们说？哎呀，不行了，秋段大婶儿。再这样等下去也不是什么办法，我现在啊就去刘家把人给要出来。今天就算是龙潭虎穴，老子豁出去了，我一定要把人给要出来。好，我跟你一块去。我也去，我也豁出这条老命跟你们一起去。哎呀，要是长生给害死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好，要去的话咱们一起去。好，咱们一起去。好，妈，走。好，走。长生，姐，我们回来了。长生，长生，我们回来了。长生，太好了，姐姐姐弟，你们终于平安回来了。你可回来了，你把妈都快吓死了。哎，妈，你们怎么都过来了？你这个臭小子，把我们都快担心死了，还问我们怎么都过来了。是。秋段大婶，人都已经回来了，就不要说那些了，对不对？不要说了。是啊是啊。哎，长生哥，你们是怎么从姓詹的那边给逃出来的？是。哦，还有，这一整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说来话长。姐，爸怎么样了？没事了，一切都没事了。爸爸现在在家里等你呢，你快回去吧。好，那我马上回去。志谦，志谦呐，我看你腿脚不太方便，这样吧，我还是骑三轮车送你一趟。那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哎呀，谢什么呀？我这个人呢，管闲事管惯了。哎，别说了，赶紧走吧。哎啊，走。
这个凯哥就是这古道热肠的脾气，惹人喜欢。哎，长生哥，你们都在刘家待了一整天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快跟我说说呀。今天的故事啊，可真是精彩。哎呀，说什么说什么，人家的事儿和咱们有什么关系啊？走走走走走。怎么会没关系呢？如意丹是我的妻子，他家的事就等于是我的事啊。哎呀，我不早说过了吗？这门婚事不算，这个媳妇儿咱们不要了啊。婆婆，哎妈，走走走走呀。妈，婆婆，婶婶，走，妈，回家。我这个婶婶真是的，回家怎么这样呢？闹了好几天脾气了，你怎么还没闹够啊？哎呀，走了，回家了，你们别管了。我去跟他解释吧。婆婆，婆婆。哎，如意，哎，春姨，我们也去看看吧。好，我们走。哎，你们两个孩子啊，听话，好好在家里看着，不许乱跑，听见了吗？奶奶去去就回啊。哎，走吧，快点跟我回去。妈，慢点，听我解释，你不要一直走啊。哎呀，我不听，我什么也不要听，这门亲事啊，不算就是不算。妈，婆婆，你跟我回家。婆婆，哎，快点快点，婆婆，妈，我有话跟您说。快点走啊，婆婆！哎呀，这种会出人命的亲家，我是不敢再要了啊！哎呀，你快跟我回家，你别跑啊！如意，婆婆，婆婆，你别跑啊！你别跑，婆婆，婆婆，婆，如意，啊，如意，是谁呀？陆总，如意，如意，快，长生哥，长生哥，快走，哎，快走啊！快放手！哎，长生，如意，长生哥，发生什么事？被人掳走了！你别去，如意被人掳走了！哎，快！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如意啊！婶婶，都是你的错了，要不是你拉走长生哥分开他们两个，怎么会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呢？哎，我分开他们有什么错？气到如意这样的女人呢，整天只会惹麻烦，什么好处也捞不到。妈，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啊？哎，凯哥，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啊，大队长有没有查到什么掳人的消息啊？是啊，这大队长那边查出是乔三掳的人，不过他猜测的再晚一点啊，刘家会收到他的威胁信，会提出啊勒索的金额。惨了，这个怎么办呢？这可怎么办呢？勒索？不是勒索，难道还请客吃饭呢？哎，那刘家的财产不是已经被詹总管给抢光了吗？哎呦，我说我亲爱的秋段大婶儿啊，你到底知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啊？那个詹总管呢，他已经自杀了。啊，自杀了？而且啊，刘老爷的身子现在特别的好，他呀根本就没有中风。什么？没有中风？对，他呀其实是装的。哦，装出来的。嗯，那你的意思是说，那现在刘家还和以前一样，还是咱们本地最有钱的首富？这哎呀，本来就是嘛。就是嘛。哎呀，那如意被掳走了，那不就更糟了吗？所以我说你这个人实在是太现实了，如意姐被人污蔑的时候，你就只会急着划清界限，什么都不听。现在呢，知道他们家又有钱了是吧，又开始关心起人家来了。你难道都忘了吗？长生哥生病的时候，如意姐日夜不休地照顾他，才把他的命给捡回来了。还有，娇娇，娇娇，不要再说了。不行，我今天一定要说，我今天一定要把他给说醒。还有长生哥被詹总管绑在刘家的时候，如意姐又是怎么下定决心拿自己的命去把他给换回来的？你这个人呢，眼睛里就只有钱钱钱，丢了这么好的儿媳妇，我看你以后拿什么来换。娇娇，你骂的没错，你终于把我给骂醒了。我现在终于明白，这人与人之间的互爱是用金钱买不到的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把如意，我这个好媳妇儿给找回来。哎，妈，等等，大婶，现在就去。妈，我求求您别去，很危险呢。危险我也要去呀。
难道我有这么好的儿媳妇？我过去对她那么的现实，我真是该死。长生，妈实在对不起你啊！你有如意这么好的媳妇，我居然逼着你跟她离婚，我要补偿如意，我要去救如意。那么好的媳妇，我一定要把她找回来。长生，你在家等着妈啊，我要去。妈，妈。婶婶，你不要去了，去就是送死啊！哎呀，就算赔上我这条老命，我也要把这个儿媳妇给找回来。妈，谢谢你，难得你有这番心意，我想如意听到了一定会很高兴。但如意是我的妻子，你们谁都不要去，让我去，就让我一个人去。哎，长生，长生，拉住我妈，别让她跟着，千万别跟来。长生，求段大婶，求段大婶，你呀，冷静一下，好好的冷静一下。哎呀，你就让他去吧。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好呀，傻人有傻福，好人呐是有好报的。长生啊，玉春，我真是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了啊。哎呀，现在都不要说这些了啊。这个案子让报告大队长啊。金伟，什么事啊？门外有人送来这封信啊，去吧。是。还真是勒索信。哦，明天午时在五岭坡拿钱，赎金100万。如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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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里？如意，如意，你听到了没有？如意，如意。听到了没有？求求你就放了我吧，你不要一错再错了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。你他妈少啰嗦，你不是我啊，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恨。我跟着姓詹的干了那么多年的好事啊，我他妈不能白忙一场。就算这回成王败寇，老子也要捞他一票再走。至于你，我也不能让你活命。哼，为什么？这很简单，一切都是为了钱，钱。玉春啊，你看天都快亮了，你要不要进去歇歇啊？哎呀，如意到现在都没有消息，也不知道在哪受苦呢，我怎么睡得着呢？是啊，你睡不着，我更睡不着了。你说这长生和如意
要是不能平平安安的白头到老，这剩下的另一半可怎么过呢？就是啊，我们不能看着这两个孩子彼此失去了谁，这种失去亲人的心情，这种心情啊，没有人能比我们两个年轻时就没了丈夫的寡妇感受更深了。秋端，我们绝不能让这两个孩子再走上我们的老路啊！年纪轻轻的，先就死了一半，这种悲剧不能再发生了，不能再发生了呀！啊，是啊，玉春，你说的有道理，你说的有道理呀！你看这天都快亮了，长生这孩子怎么到现在还没把消息给传回来呀？不行，我现在心里越想越乱，越害怕。我如果如意他，不如咱们现在就上山去找他们好不好？啊？哎，好好好，咱们这就走。哎，对对。可是这上山的路，你能走得动吗？为了长生，我哪能走不动呢？走，我们走吧。好，走，走，快快快，哎，走，快走。如意，如意啊，如意，如意，如意，你在哪儿啊？哎呀，你还你行吗？哎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我们在那边，当心点啊。哎，好好，如意。秋段，你看那个山坡上，我们过去看看吧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！哎呦，如意啊！哎，我的好儿媳妇！哎呦，把我累坏了。如意，如意，我的好儿媳妇，你在哪儿啊？如意，你在哪儿啊？如意，快点走，走啊！你跟我爸约定的时间到了吗？你当我真是傻子啊！我要是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，不管我怎么小心的安排，那肯定会有警方埋伏，我到时候真的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走！难道你不想要那笔赎款了吗？这只是老子想要的一部分，你别走，站好了。我现在要去的地方是刘家，要给詹总管报仇，让他好死的瞑目。我要把你们这群人搞得鸡飞狗跳，鸡犬不宁。我的人应该拿到那笔钱了，等会儿老子就把你给杀了，你明白吗？你要是真的把我杀了，那笔赎款你一毛钱也拿不到。这就不用你这个死人费心了。哼，我自然会有我自己的计划的。别动。你要带我去哪里？我要带你去一个世人永远都找不到你的地方。走。我不去，我不去。走，快走，别走，走。说真的啊，像你这种人我还真不忍心下手呢。啊，你想让我死，那就开枪吧。废话，你他妈真以为我傻呀？啊，我只要一开枪，周围的警察就会围上来。哼，你还是自己跳吧。我不会跳的，除非你推我下去。好，这可是你拜托我的，那老子我就成全你。走，如意，啊，
呀！婆婆，婆婆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没事吧？我的脚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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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，如意，没事的，没事啊，如意没事的啊。我的脚也不能动了，我的脚也不能动了，哎呦，好疼！婆婆，哎呦，哎呦，啊，秋段，秋段，怎么办？哎呦，我先扶你们起来，我去找人来帮忙。哎呀，小心，小心啊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妈，哎，你们在这待着，我去找人来帮忙。不用，不用，不不不，你没有伤着吧？是啊，没伤着吧，如意？没有，有没有伤到哪儿？没事吗？有，没事。你有没有伤到哪儿啊，如意？如意，你真的没事啊？没事，我去找人来帮忙。你们待在这儿啊？不，哎，不不不，你不要乱跑。是，我们好不容易把你给找着了。对，我们还是在一起吧。是啊，长生妈说的对，你不要再乱跑了，我们的伤没有关系的。是啊，是啊，我们三个得一起下山，不能再分开了呀。是啊，是啊，我们不能再分开了。如意，那一起，那我扶你们，哎，我扶你们，哎，慢点，妈，小心点，我们一起走，妈，慢点，慢点，如意，如意。如意，如意，如意！哎呀，我看你们在这儿休息一会儿，我去找人来帮忙吧。不要了，如意，我们要在一起。哎呦，玉春，没事吧？玉春，妈，妈，我没事。快到那边扶你妈，不，到那边去扶你妈，快去，我来扶这边。妈，长生。长生哥，妈，你们怎么了？婆婆他们为了救我，把脚给扭了。妈，没事，长生，快背起你妈，我们赶紧下山去，好让家里的人知道如意已经平安没事了啊！快点。好，妈，我背你，咱们赶紧下山去，走。快，不不不，长生，你去背春姨。啊，你有这么好的媳妇，都是她的功劳。再说，你从小就是喝春姨的奶长大的。她也是你妈啊！哎呀，秋段，这时候说这些话干什么呀？长生，快背起你妈呀，快点！啊，不不不，长生，长生，你听话，你去背春姨，你背春姨，听话，背你妈。哎呀，我不不不，听话呀，玉春呐，妈，别让了。如意，你过来扶着我。秋段，让长生背着玉春啊！来，你过来扶我。不不，妈，妈，你小心点。不不，没事的，我来扶你。长生啊，小心点，我没事。长生，听话，背春姨。啊，秋段，别说了，长生，背春姨，快点，快点背啊！长生，妈，我来背你。哎，这才对嘛！哎呀，好好好，好，咱们一块儿下山。好，走。哎，好好好。你慢着点啊，慢着走。哎呀，看你俩真是好孩子。来，好了，我们一起下山。如意呀，回家了啊。哎呀，玉春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长生啊，你编着你春姨了啊。知道了，妈。如意啊，扶着你婆婆，慢点。我没事。太好了，终于一切都过去了。是啊，是啊。心儿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了。嘿，你们大伙怎么都来了？啊，婶婶，今天一大早，我没有看到你和春姨两个人，心里一着急，就让大家出来找你们了。是啊，是啊。没想到啊，
你们真的把如意姐给救回来了。婶婶，我真是太爱你了。哎呦，你一点都好疼啊。没事，怎么了怎么了？小娇，奶奶，我两位婆婆他们为了救我，把脚都给扭了。啊，扭伤了？奶奶，哪个脚啊？是吧？没事没事。奶奶，你们真了不起啊。你们两个怪。两个女人的力量比整个县城的保安大队还要伟大。哎呀，你们两个婆婆为了如意受伤哀疼，让我这个做父亲的真是无比的感动啊。刘老爷，你可别这么说。如意对我们长生好，可是我们长生的宝啊，也是我这个做妈的宝。以前呢，我是太势利了，心里总是算计着，要是娶了如意回来做媳妇，就是娶了你们刘家的财产进门。忙活了半天，我连半个子儿也没有图到。现在我才终于明白了，什么金山银山呢，都比不过对我们家长生好的如意呀。亲家母啊，有你这样的话呀，我是真的放心了。啊，刘老爷，您这句话的意思是？哎呀，你们大家都知道，我对如意这个孩子愧疚很深呐、啊，总想把这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送给他。可是我送的东西再好，也比不上他出嫁以后婆家给他的一份关心。如今两位婆婆给她这份完整的爱，让我这个做父亲的自叹不如，比不上啊。啊，瞧您说的。哎，刘老爷，您这话可折杀我了。您说我们穷人家的条件怎么能跟您比呀、啊、我才是真正的委屈了如意呢。亲家母，你就别客气了，我知道你一个女人家扶持一间店，还要养活一家人啊，也确实不容易啊。哎呀，这也是让我惭愧得很呐、啊、如意出嫁的时候，我没能及时的把真正的嫁妆送过去，来减轻你的负担呐、啊、真正的嫁妆？其实啊，我早就准备好了，那就是你们窦香轩那两条街道的所有土地产权、啊、我已经都写在长生的名下了。啊，两条街啊，两条街、啊、哎呀、啊、两条街。婶婶婶婶婶没事没事。爸爸，是爸爸。刘老爷，我没听错吧？你再说一遍。你们窦香轩附近两条街道的所有土地产权，我已经全写在长生的名下了。爸爸另外还决定了把我们刘家三分之一的财产分出来给姐姐，以后呢就由姐姐来负责洋行和布庄的经营权了。三分之一、啊、爸爸奶奶、啊、那会不会太多了？哎，不多不多，这个呀是刘老爷对如意的一点心意，他知道你这个婆婆啊特别照顾如意，所以啊也是特别感谢你的。哎，对了，秋端大婶，你不是说很想当大老板吗？现在有了刘家三分之一的财产，哎，别说开三十几家窦香轩啊，就是开三千多家窦香轩，估计也比不上这些呀。 啊， 啊是啊是啊，我现在正伤脑筋呢、啊、你伤什么脑筋啊？啊，我以后的钱要放在哪里呀、啊？哎呀，长生啊，长生，过来，来，我，哎，长生爸爸，过去过去。长生啊，在我装病的这段日子里，我也看清楚了，你对如意一家人呐、啊。那是真的令人感动。长生啊，你现在名下有两条街，即
今后有什么计划呀？我还是继续卖我的豆腐啊。为什么？